这不行啊，你邱排长，你是不是要去找东家首长？啊，怎么着？不服啊？这样，东西还放在你身上，我们现在也是要去找东家首长，咱们一起走。我们保着你一定找到东家首长，那会儿你再把东西交给首长，这总行了吧？ 行，老爹，你听我说，你想的太容易了。我亲耳听到他们说要来杀你们的。哎，你让我们走哪儿去？你看看我们这些人能往哪儿走啊？我们去哪儿？我们这个村四百年了，没招过谁，没惹过谁。这些年，一会儿是中央军，一会儿是保安团，今天来了，明天就走，来一次就把我们糟蹋一次。你看。 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没用的人了，老爹，我们是红军，和国民党部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的革命是为了咱老百姓以后能过上好日子。好了好了，我不听这些，这些我听过。我们村的年轻人就是听了这些话，所以家家不要了，爹娘老婆孩子都不要了，跟着你们跑了，结果到头来遭殃受罪的还是我们这些人呐。是啊，没错，没错。老总。 我知道你们正在找你们的人，这样吧，我把人交给你们，这儿有我们的人，在祠堂的地窖里。老爹，现在就带我去找，快！来来，跟我来。老总，在这边。 老左，就是这儿。进去。是。快，救人！是。没事吧？骡子。是。夏马。救人。阿果。近点。看看都受伤没有？慢点啊。你这怎么也被抓了？小心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慢点。都怪你。骡子，你认识他们？ 他们是我大恩人，也是老钟的大恩人。没有他们呀，老钟活不了那么长时间。兄弟，谢谢了。同志，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我们是三团的，跟大部队去黎平的路上，和国民党部队交了火，我们几个走散了，后来就被抓到这里了。没关系。 后面咱们一块儿走。好，这怎么怪我呢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就因为你那个破水壶，上面有红汉人的蛇形，把我们当红汉人了，绑起来东西也没了吧？水壶，水壶呢？当然被他们收走了。哎呀，那是东家首长给我的，你怎么？你还怪我了？那水壶把我们连累成什么样了？阿果，怎么你们俩一见面就吵架呀？ 罗子，你怎么跟这些胡汉人走到一起了？我跟那东西还没给东家首长送到呢，我不跟他们跟谁呀？我们走。阿果，别跟他们掺和，没什么好处。同志们，到工厂集合。是是是。罗子，带着你的朋友们。阿果，你看。 这红军啊，舍了命，把你们给救了。你好歹也得说个谢字吧。骡子说的对，如果咱们就这么走了，会让那些汉人以为咱们疑人不懂规矩。哎呀，走了。集合队伍。
你们都齐了吧？待会儿别给乡亲们添麻烦，找好装备。这孩子怎么了？都已经四五天没吃东西了，这怎么行啊？抓紧时间。是。 咱们还有多少干粮？又多了几个人，估计最多只过一天的。都给我！啊，这……我们只剩下这么多了，都留给你们吧，给村里的老人。 朋友啊，要跟你道声谢。谢就不必了，你们要去哪儿？回寨子。寨子在什么方向？在那边，穿过林子。行，路上多小心吧，别再被抓了。放心吧，你们也小心。骡子，嗯，跟我们走吧。跟你们走上哪儿啊？回寨子啊。我回寨子干什么？我还得送货呢。你给他们捎过去不就完了？哎呀。 这你就不懂了，像我们干这行的呀，这个货也亲手交到正主手上，哎，这是规矩。死心眼，随你吧。你说这都什么脾气？我说我这辈子呀，注定就得当个马夫。我遇见这人，不是顺毛驴，就是犟毛驴，反正没一个顺溜的。<笑> 哎，你说谁毛驴呢？阿果，你说咱们本来跟他们顺路的，你这非往山里跑是为什么呀？山路近啊，我也不想跟他们同路。切，你这是在跟骡子怄气。哎，哎，你不会是喜欢上骡子了吧？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？不喜欢就好，喜欢谁啊都不能喜欢汉人。你之前不是也帮红军来着吗？红军是好汉人，是红汉人，跟欺负咱们那些白汉人不一样。哎呦，这才几天呀，你就帮他们说话了？这是两码事儿嘛。你要是真嫁给了汉人，这族里人得怎么看咱们？ 那我要是真嫁给他呢？你还真喜欢骡子呀？弟兄们，就是前面那座山啊，马上就到了。你看，弟兄们跟上啊！哥，你看前面那个穿黑衣服的，好像是前几天抓咱们的人。看他们的方向是冲着村子去的，搞不好会碰见骡子他们。 那我们赶紧通知他们呀！走。排长，怎么了？要不说你们别管我了，我这样太拖累大家了。屁话！咱们怎么出来的，就得怎么回去。小刚，排长，前面侦查是。
照顾好他。是。骡子，你根本就不用跟着我们这么走，你看看这一路多少事儿，你还得跟我们一块儿担惊受怕呢。你说你一个小老百姓，你就踏踏实实过你老百姓的日子不就完了吗？哪儿还有日子过？你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你那花姑想想啊。哎，怎么是你们啊？你们不是走了吗？咋又回来了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骡子他们呢？骡子他们在后面，还有二里地。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们在前面发现了一队白军，肯定是来抓你们的，赶紧去告诉他们。有多少人？数不清，反正很多。跟我来。你们怎么在一块呢？我们刚才在山上看见一群白汉人的军队正向这边开过来。离我们有多远？按时间算大概还有20里左右。那里面有当时抓我们的保安团的人，应该往村子里面去了。往村子里去？你们跟我们一起走吧，山上有近路。不行，我们全都进了山，村里的老乡怎么办？保安团找不着我们，肯定拿老百姓开刀。那也怪不得咱们啊，谁让那个老爹那么倔，他自己非要留在村子里等死，我们能怎么办啊？说的叫什么话，还有那么多妇女跟孩子呢。这样吧，你带着队伍保护骡子一起进山。那你呢？我一个人回去。万一他们要是不走呢？不走怎么了？我能保住一个是一个。那你一个人回去又能做什么？这不是能不能做，是咱们该做些什么。那地方三面环山，出来的路只有一条，你万一让人堵在那儿，出都出不来，这就是送死，去了还有什么意义？有意义，红军跟老百姓本来就该在一起，他们可以误解咱们，可咱们得做好咱们自己该做的事。你想想，如果是咱们的亲人全在村里呢？保护好骡子。我也去。哎，骡子，不能去。他们要回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做人总得有良心。我又不是小猫小狗，不用别人看着。骡子，所有人跟上！你是死人呐！哎，你不是不让我管汉人的事吗？是，我是说不管汉人的事，但不能让汉人认为我们夷人这么胆小吧？哎呀！有多远？没多远了，太阳落山之前我们一定能赶到。你带一队人马到前面去看看。啊，我怕了？没怕，跟我走。
老左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不是已经帮过你们了吗？你们的人我们也交给你们了。老爹，我们回来是想告诉你，有一队国民党军队正在往这儿赶，你们得赶紧躲起来。哎呀，他们就是冲着你们来的，我求求你们赶快离开吧，你们走了以后就没事了。老爹，您怎么还这么固执呢？国民党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乡亲们，国民党的队伍马上就要打进来了，他们进来就会屠村的。你们在这儿不是等死吗？你们不顾你们自己，也得顾顾你们的孩子呀。我说老爹，我们都出去几十里地了又返回来，你说为什么？不就是担心你们吗？你怎么不识好人心呢？你为我还倔呢。好了好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你说我们祖祖辈辈就住在这儿，我们能往哪儿走啊？我求求你们。怎么，有一队白狗子朝我们方向过来了。这么快？走走，可能是线头不对。老总，别开枪，里面有红军。弟兄们，有赤匪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老总，老总，村子里有红军。这怎么打架呀？外边，弟兄们，守住，别让赤匪跑了，我回去报信。傻骡子，扛着这一大堆金子上哪儿去不好？非得回来送死，该死！村长，村长不好了！村长，村长，村长，小四被打死了，他们真是杀人不眨眼的，问都不问就把人给打死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村长，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？乡亲们，咱们还是赶快找地方躲起来吧，要是一会儿真打起来，就顾不上你们了。乡亲们，赶快躲起来，快躲起来啊！快！同志们，各自找掩体，准备战斗。是。排长，保安团留下很多枪，没来得及销毁，这回派上用场了。好，我估计他们大部队过来还要一会儿，咱们有时间准备。你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叫你别来，你偏跟来。现在好了吧？嘿，这个不一定比你这个差。你行了，都别吵了，你们这个都没用，我去找几把枪。邱排长，怎么样？你过来了吗？没有呢，他们都在村外，估计不知道村里的情况，不敢贸然进来。邱排长。这是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啊，咱们一个人要将近对付他们二十个人。好，天快黑了，在天黑之前咱们要避免跟他们正面交火，让他们摸不清楚咱们到底是什么实力，等天黑了之后他们就更不敢贸然进村，这样咱们就争取了更多的时间。好，守住这里，他们就插翅难飞了。报告。怎么样，赤匪还在里面吗？都在里边了，可是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啊，他们倒是稳得住。挑衅，长官，这帮赤匪好像知道我们要来啊，他们为什么不跑呢？要咱们冲进去吧？不，他们敢这样有恃无恐，一定是有准备。天快黑了，敌情不明，不可冒进。
你看这地方三面环山，他们飞不出去，就让他们再活一个晚上。奉我命令，部队原地修筑工事，通知家里尽快送两门步兵炮过来，今天晚上谁都不许睡觉，把村子给我围死了，一只苍蝇都不许飞出来。是。今天晚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动静，但是不能松懈。是，我怕他们会偷袭。好，你先盯着，晚点我来换你。是。排长，怎么样了？估计明天早上就得动真格的了，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到村里来打。对，跟他们打游击，这个咱们拿手。嗯，先削弱他们的力量，然后找个机会突围。嗯，这样，一会儿你跟小刚再去村口盯一下，我带其他人抓紧时间休整一下。是。这说句心里话呀，我觉得这些兵跟以前的兵可真不一样，人家对咱多好啊。就是啊，咱们到现在都不相信人家，本来人家都走了，又跑回来救咱们。是啊，人家图个什么呀？连命都搭上了，可不是吗？早就该相信他们，现在已经晚了。国民党把咱们这儿都包围起来了，红军能不能守住还不知道呢。还不知道吗？这可咋办？爹，咋办呢？罗子，你摸死人干什么呀？我找那个水壶。害得我还不够惨啊，你还找他干什么呀？那是东家首长给我的，我要再见着人家，人家问起来我怎么说啊？哎，嘴上无毛啊，办事不牢。你说你要看得仔细点，怎么能让这些保安团发现呢？你还怪我，在你眼里我连那个水壶都不如吗？没良心，早知道那天我在湖边，我就捅死你。这么老伙计，小李，你们几个抓紧时间休息。是。好，兄弟们，明天市场硬仗，今天晚上尽量设个好架。是是是。老总，您找我。老总。我对不起你们的老总。老弟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使不得使。老总，是我不知好歹，你们专门跑回来救我们，你看我这个老糊涂，死活把全村人往火坑里面推呀，现在害得大家只能在这边等死，我有罪呀，我有罪。好了，老弟，事到如今啊，咱们谁也不怪，我还要求您一件事儿。明天您要照顾好大伙儿，我们人手本来就不够，明天不可能再抽出人来照顾你们了。您德高望重，我相信村里的人也都听您的话。好的，老总，你咋说我就咋做，我们全村老小的命啊都交给你了。老弟啊，说实话，明天到底守不守得住，我也说不准。我可以跟您保证，明天我们一定会拼死突围。可是如果真的突不出去，或者我们没能活下来，
那还得您带着村民自保。我懂。阿果，哎，你这上哪儿去啊？不用你管。哎呀，是我不好，我这个嘴上没把门的，赖我。其实你这个人呢，就跟老钟说的似的，你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你救过我，你也帮过我，这次来我也知道你就是怕我出点什么事儿，特意来看我的。我就不应该在这个水壶这事儿上再挑你什么，是不是？算你有良心。那你说水壶重要还是我重要？那当然是人重要，但是水壶也重要。逗你呢，行，那我帮你找水壶，你怎么报答我？那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？你说的。啊，走。我们的老祖宗，那可是赫赫有名啊。祠堂后面那个大旗杆，大旗上面写着“无欲求人”这四个字，可是我们的老祖宗为我们立下的祖训呢。我们村的人，祖祖辈辈、世世代代都遵从祖训，不做官，不经商，不远行，与世无争。可这几十年岁月动荡，兵荒马乱，一夜之间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的军队，每一个到我们村的兵老总都要把我们洗劫一遍呢。一个好端端的400年的古村，现在剩下的就是这个祠堂和那个旗杆了。老祖宗的基业就要毁在我的手上了。老弟，这不能怪你，要怪就怪这个世道，这个世道不让人活呀。老总，我有件事情想不明白。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欺压我们这些安分守己的良民，任何人都可以不把我们的性命放在心上，可是为什么你们偏偏把我们的性命看得比你们的性命还重要呢？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。您看到的这些红军，他们原来都是苦巴苦做、安分守己的穷苦人，可这世道不给咱们穷苦人活路，我们就只能自己拿起枪杆子自己打天下。你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做天下？为什么不能？这天下什么人最多？穷苦人、老百姓，这天下就该是老百姓的。只要大伙一条心，这天下就能夺回来。只有把天下夺回来，咱们老百姓、穷苦人才能真正的翻身做主，才能不受任何人的欺压。所以，您说咱们是不是一家人？这红军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。我家里啊，有两个儿子。老大被抓了壮丁，结果听说呀死在了外面。这小的儿子也喊着想加入红军，我没答应，还把他打了一顿，把他关在屋里，可还是没关住啊，悄悄地跟着红军走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恨透了天下所有当兵的，是这些当兵的让我失去了两个儿子。要知道，他参加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军队，你说我还拦什么呢？很长时间都没有他的音讯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。被抓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保安团把东西都放这儿了，怎么没了？奇怪。
哎，没事的，丢了就丢了，明天能不能活着还不一定。骆子，你怕死吗？怕，以前怕，现在不怕了。为什么呀？什么都没了，活着不活着就那么回事儿。家没了，爹没了，弟弟没了，连花姑都没了。花姑姐姐她怎么了？死了，让抓你们的那个保安队长给害死了。这才几天也发生这么多事儿。不提了。水壶怎么样？我说能帮你找到吧，你要怎么报答我？你说。算了，不说。哎，怎么说半截话呢？说。反正说了你又做不到。哼，你说，说了我就能做。行，真是好家伙。骡子，不错啊，这回真是立功了，我给你记上一大功。哎，别，这是阿果找着的，那也给阿果记上一功。老彭啊，在。要是这么一来，咱们的作战计划还得调整一下。这挺杰克造，归你了。哎，骡子。我再给你安排一个新任务，你负责管子弹，啊，跟着老彭。哦，这样你跟大刘两挺机枪，一左一右守住这儿的村口。记住，一旦失守，马上撤回来。打谷场是咱们的第二条阵线。是。小康，你这咋还抽上烟了？抽吗？我不抽。这么认真，看姑娘呢？我从小就没有爹娘，是三个姐姐把我带大的。想他们了？当初是我自己跑出来的。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，他们肯定急死了。我比你好点儿，怎么说呢？四年前我外出做木工，谁知道老蒋和阎锡山打仗，这战场就发生在我家门口，一家人一夜间都让炮弹给炸没了。我爹，我娘，我婆娘还有两个娃儿，一个也没剩下，所以我现在什么牵挂也没有了。小康，明天你一定要机灵点，千万不能死。为了你三个姐姐，你得好好活着。Thank you.
罗子，你说我们明天会不会死啊？害怕了？别害怕，邱排长他们厉害着，有的是法子啊。那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，你最想做什么？先把东西给东家首长送过去吧。送完东西呢？给花姑报仇。报完仇呢？报完仇？没想过。那你报完仇，跟我回寨子吧。干嘛老让我跟你回寨子？回寨子干什么？不是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？回寨子娶我呀？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啊？你都看了我身体，你当然得娶我。哎哎哎！你小点声行不行啊？怎么了这是？我给你解释多少回了，我那次又不是故意的，你怎么老提这事儿？你刚才不是答应我说要报答我的吗？我这才过了多久啊，你就变卦了？你就是个骗子。我怎么是骗子呢？我骗你什么了？我说要报答你，那也不是说我就要娶你。那好，那你现在就当个骗子。不是，这哪能说骗就骗呢？明天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，你就不能编个瞎话哄我开心吗？我就想在我临死之前，你能对我好一点，就那么难吗？好妹子啊！害怕了啊？咱不怕，没事，死不了。好，让你高兴，只要能熬过明天，你说怎么着都行。真的。这样坦坦荡荡。
装一层层因你疯而生，从不那么坚强到真正瓦解阻挡。